Hello， 大家好，奇。那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随便内容随便聊环节了。那五点半的话，这边有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刚发生的事情，好不好？那刚刚基本上差点跟大家拜拜啊，因为我在那边骑摩托车的时候，我在朋友家先吃了喉糖嘛，然后我基本上就是都会听音乐，然后边骑车的那种，然后我就边听音乐边唱歌，然后我不是吃了喉糖吗？然后要飙高音的时候，我直接把那个喉糖直接吸到这个喉咙里面，然后就是狂咳嗽，因为它喉糖就直接卡到喉咙里面，所以大家真的是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讲话或是唱歌，好不好？会很容易直接爆开啊、这个要小心一点点，然后差点就掰掉了，因为它就一直卡在那个就是喉咙嘛，然后好像有点用到气管还是干嘛的。不过现在这边很好，好不好？就没什么太大的事情了，但是就是要小心一点点，蛮常出一些很白色的事情，真的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经常继续来打一下我们 Togo 戏机，然后跟我讲说这关的话好像可以用用看那个、欸。待会跟我讲说，好像可以用用看我们的那个谁，用用看我们的那个桃子哦。他说用桃子暂停，好像是美败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气跨买几嘞。然后我们这边把桃子放上去，然后我们再放一下那个拉面王吧，因为其实现阶段也还算是蛮多的。然后二人组这边也放哦，拉面王这边把这个猴蟹放下来好了。然后里面的话，我记得好像每一次都是被那个什么。被就是黑色的这个海獭给打死，然后黑色海獭的话，我们之前就是用那个上张牵系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不错。然后大家有跟我讲说，其实我这套队伍是有机会打赢的啊、只是我就可能怎么样耍低能吗？大家说我又聊天聊死了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。然后这边我们这一次先不带那个 Max 哦，因为我们只剩下一个 Max 了。我们来气跨买几，看一下你有没有机会打赢。走起！这关卡其实每一次遇到那个黑色海獭，好像都挺麻烦。然后他这个不死敌人其实好像只有来一波了，所以只要扛住，好像就还行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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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二人组先保底，然后往前带，然后这边可能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吧，八戒出一下好了。OK， 然后加速关掉，然后看一下开个这个缓速炮。我觉得如果八戒不好的话，我应该我会哦。他把那个黑色海獭弄掉了，好像也还行，对不对？但钱钱好像还是很少哎，各位。然后我桃子好像也没钱出了，所以八戒是不该那么早出。但八戒其实确实也是有把那个谁，有把那个桃子可以哦，各位，桃子这一次。刚刚没败，而且桃子因为前面有人挡住，所以他这边的话，这个暂停啊，就打得挺好的。可是他也是会被这个海豚弄到一个不行。来，哇，没有，他没有打到人，所以他没有那个，完了，有，这一波啊，但是他还是被轰死了，好像轰的有点快。我觉得这边应该要那个桃子跟那个谁，桃子跟那个上上仙境搭配，然后我们没有钱了。穷逼布哇，好穷啊，各位，我们好穷啊，穷个逼布。看一下啊、我们机会来一个，哦，喷一下，喷，我觉得那个古代种好像有点嚣张哎，就是被古代种弄到一个爆炸的，有没有那种打古代种超大伤害的、那种可以靠一下、因为觉得我们这边的那个什么、我们这边的那个康康五猫还有那个二人组好像不够用、这边二人组是不是有点太贫弱了，完蛋，然后上上千信应该也要够一下，完了 GG。八戒跟那个，我觉得八戒跟桃子跟三大千金应该可以一起弄。哇，好难哎！而且我这边今天很快就把话题都聊完了，想说认真打一下，但我感觉好像还是偏麻烦，还是我们用那个挡住吗？好像也不行。好，没关系，好，我们再打一次。而且我这边还是有带狙击炮的耶，完蛋了。怎会如此？
想一下哦。还是二人组，我们这次就带，就是放少一点，留点钱。出康康五猫，然后二人组少放一点点，这样看看。有机会吗？还是我们要带那个啊，对不对？带黑杰来打那个海豚啊，把海豚弄掉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点？你们觉得？感觉把海豚弄掉好像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吗？哦，对啊，我就觉得这个桃子应该要有人来守护一下，各位，有没有？因为桃子这边的话有这个海豚会被他弄死。应该是要用一个黑杰，然后帮一下桃子，因为桃子这边的这个暂停打的其实蛮溜的，我觉得还行啊。来上上前进出击，对吧？你看桃子被那个海豚弄了几下就爆了，所以我这边应该是海豚再加上那个，让我们那个什么，再加那个黑杰，应该就可以稳定发展的，各位。然后我觉得这边的话，钱包部分，因为我看八戒跟二人组我们都没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是可以就是弄那个谁，弄一下我们就是那个，把那个钱包连组拿出来，是不是有机会？哇！但是那个海豚没死，我觉得海豚这边真的是黑杰上一下吧，因为我们这边我们那个谁啊，我们看到五毛好像打不到他，对，打不到他，因为全部都在打这个海獭。王八海獭到底要活多久？哈哈 ，GG 啦！但我觉得桃子可以耶，但桃子可以，我们好像还是缺一点什么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来试试看那个黑杰好了。黑杰走起，黑杰把二人组换掉，然后这边钱包连组给他出来好了。初始等级，这边国雄，然后。哇，这个好像也可以，但是我们要那个中的吧，这个走起中的，然后再放一下我们的黑杰，黑杰把那个海豚打死，我觉得应该就有机会了吧。然后二人组，然后八戒还要放吗？八戒好像也可以不用了，对不对？八戒下来，然后有没有打黑色敌人比较猛的、啊？黑色敌人猛猛人有木有？黑色敌人超大伤，还是用那个啊？用那个谁？那个举重的那个在哪里？哎，举重的不是打黑色敌人哦？哎，举重在后面，举重好像机器有对不对？我们来个举重外卖猫，好，这样子应该有点机会吧。来了，还是我们不该开那个啊，不该开加速啊，不该开那个狙击镜。好，先出这只，这只出上去应该就钉烂了吧，对不对？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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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砰，有，全员钉烂，然后慢一点。啊，我们这次没带拉面网哎、欸，是掰掉了。但其实你看这康康五猫还是蛮好打这个古代种，还是我们那个谁啊？打那个天使那个翻车鱼的部队太少，快四千餐厅加一只黑姐。哎、欸，那个海豚挂啊，还没，看一下能不能先把海豚打死。哦，黑姐这个位置好像蛮好克制海豚吗？吗？有吗？没有。有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有吗？没有有吗？不是啊，这海豚好像都没被黑姐打到哎、欸。哦，但是他死了。OK， 完了，黑姐是不是要爆了？
有机会吗？快快快，外卖猫打烂他！对，外卖猫拜托了。可是我们一直往前，一直被那个翻车鱼打，好像也不是个办法哦。对啊，一直往前，然后被翻车鱼弄死。完了这关，感觉好像还要再想一些办法哎，怎么办？因为我们一直往前，一直去送死而且我觉得这边的那个海豚啊，有点而已。哦，拜托了，再撑一下，有没有机会这次好像确实比较有点机会的感觉，因为好像蛮有在杀的。看那个，应该海豚，我靠，完了！我那个海豚每次黑杰要打他的时候都打不到，对吧？你看有没有？这就是那个天使的那个翻车鱼又在搞。慢速，我觉得这个慢速炮好像挺好的耶，你们怎么看？慢速炮确实好像有点的料哦，有把那个谁把海豚弄死，有打到翻车鱼了，有，这次好像有比较好，然后有在慢慢消减了哦，可以哦，摸，我觉得大家给的那个桃子的这个解答还蛮好的，但我们是要没钱了，对，我们要没钱了，哈哈，完了，哇！出太嗨了，要没钱了，各位，死定了。可是好像没有再出海豚了，对，没有再出海豚了，就只剩下这些的话，可以再慢慢叫那个桃子他们出来。OK， 慢慢来。好，完了，打来了，海豚来了，别搞。但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，康康五毛这些你扛得住吧 ？Oh my god， 又叠起来了。真的感觉不能让他们叠起来耶，各位。对，不能让他叠起来。然后桃子要赶快帮忙 hold 住。哇，桃子没了。感觉不能再出飞脚猫了。飞脚猫再出下去要没钱了。只能出黑杰了。快先弄死这海豚。哇。要求哦，不，喷喷小老师没再来喽，对，喷喷小老师没再来了，然后黑色海獭也没再来了，哦，撑到后面还是有机会的，那我觉得我现在先不要出飞脚包了，飞脚包再出下去要完蛋，哦，有，海豚挂了，喂，存钱，避免再出事。哦，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出一点点飞脚猫了哦，拜托你 ，nice， 啊，有啦，这个撑到后面就 OK 了。我觉得桃子真的是大功臣，桃子跟那个黑姐，我觉得，尤其是桃子哦，因为桃子的那个暂停真的蛮厉害的，可以。好啦，我原本想说今天的封面要用那个什么，就是泽平猜眼跟大家说拜拜。但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把我们这个封面让给我们优秀的这个桃子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是我们的本日最佳主角哦，有了他，我们才有一切。那暂停是真的很好，可是真的还是要看一下一些作用哦，就是你还是要打到一些点，然后撑住就好了哦。我觉得这章节真的就是很难撑我说真的。这张地其实很多关卡都是你只要撑住就好了，但是都没有那么简单。像之前那个卡了很久的那个漩涡，迷你小漩涡也是啊，莫名逼妙，一直在那边搞，不知道搞什么，搞什么东西？怎么那么难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哦，对吧？一直出这个哦，终于没了。我觉得他这个小敌人应该出够了没啊？哇！这没有出二人组，好像真的就偏难打。但是，一开始二人组真的就不靠谱，而且二人组1000多块啊，蛮贵的。
你看我们现在后来就是一直狂出这个康康五毛，然后让他一只一只解，才有机会。我打他一下，拜托，打一下，打一下。完蛋喽！哦，拜托，康康五毛，轰死这个翻车鱼吧！就翻车鱼会不会都是被那个猫炮打到的、啊？哦哦哦，要钱了，要钱了！先来一只黑凯，黑凯应该还是都有打到一点点伤害吧？虽然他是打一般属性的，但他这样至少都有刷到这个翻车鱼，有的吧，有的吧。哎、欸，他最后还会攻击上身呢、欸，有的吧，有的吧。嘿嘿嘿，哇，完蛋！加油，冲啊！我觉得好像不该出杯脚猫哎，然后感觉好像还好、欸，毕竟他是打红色敌人的，可以了吗？可以吗？弄死他，弄死他！这半车鱼活太久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我觉得还差一只，如果我们有带拉面王的话，应该更快。对，你带拉面王的话，你更开哦，可以了，耶碎，好了，偷狗戏机哦，感觉应该是这章节最后一个关卡了，好不好？感谢桃子哦，感谢猴糖没有让泽皮七条条碎啦，各位 ，nice。